我们帮苏摩尔拍的广告，这是我们老板看完广告后的样子，而我最惨，是这一支广告的企划。这一切呢，都要从3:04:58前说起。哦。那天老板是这样跟我讲的，老板，这次的广告除了要凸显苏摩的优点之外，同时还要兼具创意，天马行空，独树一格，成为广告界的新标杆。啊，对了，记得明天就拍摄完成，没问题吧？老板，明天时间太……我知道，时间非常的充裕，我自己也吓到。啊，对了，记得加点创意在里面啊。嗯，陈乐。哎，天气不错啊。在这个非人道的时间限制之下，广告还是开拍了。这是导演，是老板找的。老板，我自己给的。要拍太上，因为产品的特性在下半身。对对对，往下面那边带。好，啊，我们是厂商啊。他不是导演，他不是导演，他不是导演，他不是导演。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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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开玩笑的啦，跟你开玩笑的。哦，对了，我是今天的导演，我叫 Justin。Justin。哎，不是 ，Justin。这一次的导演啊，是我老婆的弟弟的同学、邻居的情妇的外甥，哎，是个人才，就尽管差遣吧。所以只好给他拍喽。来，出没第一场第一镜。3、2、Action。舒摩尔私密景石青春露，独家保湿抗老精华。哎，咔咔咔咔咔！导演啊，可不可以叫女主角活泼一点啊？可以啊。来，那个谁？哎，对对对，那个叫我们女主角再活泼一点，活泼一点。对，好，加一点 move。move。哎，你等一下，活泼一点。我跟你讲，等一下就活泼一点，会不会？好，我们爬过来。坐坐坐，不要。来，打吧。哎，不用打，直接开始。好，来，3、2、Action。苏摩尔，连续使用4周，秋冬干爽，问题一次解决。哎，等一下，咔咔咔咔咔，导演。不是我在质疑你的专业，可是这拍起来那么像鬼片，消费者会不会觉得？绝对会喜欢。像这样子啊，充满冲突的影像手法，这叫高端的创意。你，这个 moment 想到老板讲的话。这贾斯汀啊，刚从国外回来，你们啊就大胆的玩创意吧。导演，我觉得我们苏摩尔是有形象的，所以我认为呢，广告的 feel 很重要。哎，是 feel。我无所谓，反正我认为呢，苏摩尔呢是让人家觉得舒服、清新，有那种明亮的感觉。女性保养用品，让人家觉得，哎，让人家觉得，草莓，你知道我在讲什么？花瓣啊，反正就是很明亮啊，不要那种阴森森的了。反正我整个广告的 feel 很重要就对了。哎，是 feel。哎，那个谁，等下就跟我们女主角说用那种演法。哦，好，那种演法，哎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哎，就是那种 feel。对啊，你要的那种 feel， 那种 feel 是重要的。对啊，就照你要的 feel 嘛。对啊 ，OK， 来，我们3、2、1 ，Action。舒摩尔的独家锁水技术，直达肌肤的最底层。哎，咔咔咔咔咔！导演啊，这根本就是柯南嘛，干嘛用的跟命案现场一样呢？这样消费者绝对会买单啊！哎，不是我在说啊，这种手法呢，消费者最喜欢啊。我这种带有点日系，还有点悬疑的感觉呢，我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影片，到时候呢，我们这个 moment， 我就想到我们老板所说的话。哎呀，算了啦，那个家伙说什么都是屁话。可以啊，我希望呢，我是认为呢，再这样玩下去是会出事的。
会出事。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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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觉得是女主角啊，对对对，女主角出了问题。那你有其他人选吗？有。你说那个 view？ 对。啊。view。啊。反正广告是拍完了啦。有时生理期卫生棉摩擦，或者是穿紧身裤，会让私密处肌肤不舒服。用了舒摩尔嫩白露之后呢，可以加强保湿，告别私密问题，会让我每一天啊都很期待吸泡沫的那一刻呢。这什么东西啊？烂广告，这谁家的广告啊？这根本就是人妖嘛！我们拍的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个呢是剧组的副导演办的。这就是我老板为什么吐血的原因了，所以我们需要你。